哎，听说了吗？二班新转来一个人，不想理你。你这人蛮有趣的，交个朋友吧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我倒是特别在意你。在意我？在意我什么？你肚子好大呀、马思远，终于鼓起勇气想对你告白了。我喜欢你，很意外吧？没有。一个转校生，刚来就当了班长，当了班长又当班长委员会副主席，还没进篮球队的就当了篮球队队长，你凭什么？别说凭这张脸啊！怪我咯？说我？你呢？正好家里有几个臭钱来需要显摆。怪我咯？听说你是个很大方的人，虽然说我是不信啊。传言中你对每一个人都很好，虽然说我是不信啊。喂，不认识我了？喂，不认识我了？哟，你还舍得自己回来 ？Harry， 如果你的道歉不诚恳的话，那你以后就不要来咨询室了。当然诚恳，你看我的双眼是充满了诚意。我不看。马思远一般在圣诞节送零食吗？情书。哟。你怎么说要打人了？打啊，往脸上打啊！我知道你不敢打。喂，干嘛这么冷？难道都不会想我？自作多情，为老不忠。他怎么变成这样？他要走了。谁要走了？科尔让我转告你们，他要回美国了。他爸妈又调回美国工作了。真信啊！骗你的，都笨死了。